对，这没关系。三三三三三，嗯，桥牌天使，阿基里斯剑。 够吗？嗯，不用练很多。您从这里到这里，几站？您怎么过来？我们就需要公车，信义公车。哦，很简单。哦，一路啊。大概要到这样。哦。 二十二路、二十路都有。只有新新那些。只有新新干线。新新干线。我现在都是低阶的那个啊。我本来想说坐捷运，然后换，后来想想这样没有更好，换那个。对对对。啊，更麻烦，想想。嗯，你坐车快。 坐公车啊，对。嗯，像你这样一辈子找到这个工作就很棒哈。起飞的工作。对。可以，你看做到。 人家都要退休了，你还可以教学生。这时候我是乐在其中啊。哎，可以教学生。为什么你做其他工作很难得看到的成就感？知道吗？做我们这个，一个奶奶马上脚上慢慢会停下来，那一种成就感，你会乐在其中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奶奶点点头。<笑> 嗯，嗯，已经很多了，哦，几乎都听得懂，嗯，以前比较木讷一点，嗯，什么，什么，什么。
Quantos?
饭都要吃久了啊，好不好？